驾着白马车，利威廉化身为气质翩翩的白马王子，为金饰产品代言。一身帅气的西装打扮，胸前微露的性感胸毛，让女主持人也忍不住要他捐出来义卖，跟费翔拼人气。哦，今天是唐蜜啊。哦，对。啊，没有了，因为费翔已经捐了，所以一个就够了。那还是要捐其他的部分。嗯，走。而帅气的利威廉也让现场的女记者为之疯狂，频频打探他心目中的女朋友条件是什么。我喜欢比较独立的女生，也是叫自己照顾自己了。好像在好莱坞有一个法国的女艺人呢，叫 Sophie Marceau， 对，我蛮喜欢她的钱。谈到心仪的女艺人，日前李倩蓉曾公开表示欣赏利威廉。关于这个报道，她的回答可能要让人失望了。对，哦，真的吗？哦，我很感动啊。对啊，他是个这里的艺人吗？还是这么一个强力发电机，在女记者的要求下示范了男人对女人放电的致命魅力。只是这一次好像没有这么的顺利，让他尴尬了一下。很尴尬，好多镜头啊，是不是很色？娱乐新闻连线，马国俊。